粉丝呢也想要一只金毛啊，咱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金毛的，挑一只。来看一下这一只，咋卖这个？1400。要价1400的金毛是吧？我看一下这一只哈，头摆特别大，看到没？头摆大，嘴巴还宽，能少呗？能少。少多少钱？有啊，啊有。要多少钱吧，最低？啥一千？看能少不？真的在少啊？啊，六百行吗？六百。六百。六百。烂小孩了，啊，六百。六百的那一只，六百五万。俺这俺老铁就是这六百。五万，你要那啥，那想要得上得1000块钱。哪能1000？就六百。六百行吧，那一个了。行吧。哪能1000呀？你再不能，你再少点，你不能管这关系是多些。一千能再多吗？啊。你看你再少点，俺再加点。少点九百。啥九百？一家五十，你觉得行吗？咱都再合适行了。一家挺够不够？啊。行，六百五。六百五，行吧，那都是差不多，都是个价。行了，六百五，都这样了。行了，就六百五，行，不少，就这样，六百五。不少，都这吧。